参加云林新创。我今天想来找一些人，一起做一些事情。然后，我先介绍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就是这本书叫做《台湾写真帖》，然后大概是1908年的时候由台湾总督府所出版的。那这本书大概里面，这本书大概有111岁了吧？然后里面大概有200张图像。里面的，如果你翻开目次页，它的顺序，当1908年的台湾大概被分成20个厅，所以这里面的那个编排的顺序，就像是大概按照那个行政的那种行政区的划分，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，然后公布也有在里面。然后这本书大概在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，左边就是右边就是文字，然后大概是日文，还有是汉字，甚至还有部分有英文翻译。右边就是一些图像的资料。那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，你可以了解当时20世纪初期台湾的一些市区街景啦、政府厅舍，或者是风景民所，或者是一些农特产等等。那这本书目前台湾大概有3个地方有，一个是中研院的台史所，或者是台北市的文献，台北市的文献馆，然后以及中和的那个台湾图书馆。但一般人基本上是太能够接到这本书，然后唯一可以在线上看到的是大概是台史所的这个部分。但是因为我平常是做影像创作，然后也在一个非营利的摄影图书室工作，那我比较在意的是它的影像的部分，所以然后我就实际去看了一下它的影像的那个结果，然后发现我很想要看得很细，然后有点困难，甚至这是一个比较全景的照片的时候，我始终只能看到这个一小部分，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更好、更清楚的看这件事情。然后因为 我想要回顾，就是我想要透过影像来去了解以前的台湾长什么样子。因为有时候会看到那些老照片的时候，不曾经历过年代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像那些外来者一样，我跟那些以前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好像隔阂很大。我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影像，因为做影像工作过，然后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开放资料，然后但是我不太会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想要最后我今天是来找那些我们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人，懂翻拍，懂一些有一些器材或什么，他们需要一些懂熟悉数位开放资料的人，跟可能相关法律的人，还有一些古籍专家，古籍专家我可能跑错，我可能不在这里，但也许会有。另外就是可能有做过相关经验的人，我们都希望来，因为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可能大家有个经验，然后可以继续这么